你说那只鸡躲在哪里？来，那个地方有两只鸭子，这个是一只公鸡啊。大家好，这边是我们原来的一区和二区。昨天晚上海爷给我打电话，讲了一下这边的情况。原来我们在这边养过两批的这个鸭和鹅嘛。 后来我们就没养了，然后在群里他们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一部分鸭子跟这个鹅就逃到这个山里面去了，因为他们也没什么天敌，所以就存活了下来。没想到他们的这个繁殖速度呢就非常快，海爷说这个里面他看到的这个鸭子和鹅啊，已经有几十只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又跟姐夫准备踩下点，就看他们躲在哪里啊。 我想他们应该是有窝的，找吧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来，这边是我们原来一区的这个鸡舍啊，其实基本上已经荒废掉了，到里面去看一下。这个鸡舍还是原来的老样子，海爷还撒点玉米在这个地上面。加福林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，有五只。 不可说了，妈怎么？目前都在哪里？晓得不？你做不到。哟，你不到嘞。五只，又是五只啊，六只啊，五只。这鸡基本上都已经野掉了。我们准备是往这个里面去看一看了。 哎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他们主要活动区域嘛，但是姐夫说不要去，是吧？去要紧去，你那天天气过好不好点啊？去到哪到哪家呀？去哪个哪个公园没去过吗？像我衣服家伙，也碰到点麻烦个的嘞。对吧？听姐夫的，我怎么没看到他这个鸭子跟鹅呢？他们今天是不是在这个下面？ 挖了沙子，我听到他们那个车子从大山里面装那个石头出来的声音，看他们可能是在清理河道还是干嘛的，可能这个鸭子这些惊动了吧，去找下海爷吧，对吧？走吧，去找下海爷，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。这一条路，当时我是用挖机挖出来的，花了我3-4天的时间，因为这个。 都是石头山嘛，对吧？花了很多力气，原来这个地方都是山来的，然后前面我们还修了一座桥，所以当时为了养好这个鸡，花了很多功夫。那驱倒了，他们应该是在挖山路，往那个里面去。海爷现在一个人住在山里面。 然后廖叔现在也很少过来，我也很少过来，啊，这个座大山这边就一户人家了。然后呢，海爷没事干嘛，就养了几头这个猪过日子。我们农村土话讲叫压身，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身子给压住，有点活干。然后我们这个鸡舍倒了，去年下大雪的时候倒掉了，真的需要用，没用啊，倒得快。 还有那边，那边我看到几只鹅，1、2、3、4、5，那边有5只鹅。可是在这里打牌呢，你打牌了？我走，海带。海带啊，来，咱们爷俩好久没有见了。久没有见。有一两个月了，一个多月了。 你搞现在么子？我这个木子你看嘞，我这蛋就放一个了。现在打开好多，直接打开晓得不？我晓得手，蛋就看看带我杀的到处去。好，你做不到的啦。我拿得做到，做不到。你打开卡的还来，我这来一下木子喊我不咯？哎呀，很多就怕杀的，过些杀的。
不用进去，坐到下去，坐到这看看。难得坐到，坐不到。国一级的应该没问题啦。国一级的，国一级的比手大哈，两个很摸，我晓得摸个哪啊？哎呀，难得坐到。今天啊，我那去踩下地，海雕，看到他的打开那小母子喂吃鸡啊。然后我的如果鸭子多的话，我们晚上把它给抓了，对吧？胡说好了，没做啊？胡说好了，你的好做啊？鸭子是你的好来做，好做不到。哼，鸭子现在不是我的，还在你的了。我的我做不到。就是海爷他人老了，可能这样的鸭子这种东西他比较难抓。家务哥，家务哥，好来了，海家，你要日料了？日料啊？啊？日料要吗？过来日料，这来，那我来抓到这来，住到这来了，先抓一只吧，这个应该抓得到。因为它刚好在这个角落这个位置，知道吧？那这个条这个点就卡得很好，就很好抓。它没有往那边去，如果去到空旷的地方，这个鹅就抓不到了。你看这个五只也都不小嘞。你起来不可以的，起来不可以的啊！我可把你鹅干的嘞。海胆可以看嘞。海胆可以看的，很看好你的。海胆我来收，你只能去的。啊，海胆能看。你六角花骨干，好。跑了，现在跑了。一旦跑到那边去，你这个机会只有一次的。一旦跑到那边去，你下手你没有抓住，那这个鹅啊你就抓不到了。过两个子，两个子冒起来了。好嘞，那我们养鸭子，我们就不抓，抓鹅吧，鹅好吃一点。现在回来了。小海爷，海雕，你刷多少钱？你刷多少钱？干回来了。抓到一只，抓到了，这个鹅抓到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重量啊不是很重，我估摸着可能就是六斤多的样子吧，待会要称一下，把这个钱要给海爷的，这鸭子不是属于我的了，这个毛好密啊，然后大概了解一下这个里面的情况啊，可能就是二三十只，应该还是有。只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在哪里，待会我们准备把这个鹅啊给它泡个澡，吃完之后呢，我们晚上吧蹲一下点，就是看他们这些鸭子跟鹅会回到哪个地方去，然后呢晚上我们准备再清一次，清一次呢就是反正海爷他们年事已高嘛，已经抓不到了，你放在这里也是放在这里，也没什么用。对吧，所以就不如把它给清完算了。好吧，走吧姐夫。走，姐夫要烤糊了啊。先把抓到的这一只鹅称一下。生化。有七斤。那跟我估算的差不多。七斤的话25吧，25啊，140。好吧，我就玩八个巨骨。两百块钱。说不定就吧，好吧。好，给我海爷两百块钱，对对对。然后走吧，去烧水。哦，姐夫哥要回去赶一下那个烧水的，对吧？我们去山里面吃，他们这边有人在打牌，我们不要在这里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还是决定回去吃。因为海爷家里面有很多客人，那也不是特别方便，然后我们吃完之后早点进山，我们看一下这个
鸭子跟鹅啊，他们会大概在什么方位啊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还是要清一下，争取呢就把这个山里的鹅啊就抓掉一些。好吧，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对王胖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胖。我跟老婆结婚有十多年了，老婆呢她一直想学会开车，然后呢我一直没同意，因为我们跟老婆在刚订婚的那会儿，她说她想骑下摩托车嘛，结果五秒钟时间就我跟她两个人一人带车掉到那个河里去了，所以呢我就不让她开车。但是这个情况啊有所不同，因为现在我老婆带着儿子呢在这个市里面读书嘛，那回去一趟呢要转三趟这个公交车，也挺不方便的。所以半年之前呢他就报考了这个驾校，那前两天呢就是这个驾驶证呢就拿到手了。我还是非常支持鼓励的，这是一件好事情，也希望老婆在今后的这个开车的途中啊能够稳步前行。这回呢我准备带老婆外出去练练车，看一下他这个半年的这个供给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。这是一台别克，从我妹妹那边买回来的。现在我要把我这台车子开出去，然后再把后面的这台车子移出来，就拿这台车子练手。如果老婆据说可以的，那就把这台车子送给她了。走。地下车库的光线比较暗，现在车子挪出来了。然后这个车子我看了一下比较脏，待会回来的时候来给他做一个检查，然后呢最好是给老婆去办一张那个洗车卡，然后再给他买个加油券之类的，对吧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上去，我老婆应该在上面等我。老婆在那里。这个车子啊有几个月没开啊，性能蛮好的。你怎么在下面搞这么久？驾驶证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看一下，上面先系安全带啊。驾驶证给你看一下。能、看一下。我也是有证的人了啊。嗯，好，平常就放这个里面的。放这个里面就可以了。先系好安全带。你不准备让我开吗？现在不行啊。现在不行啊！我考过了，考过了也不行啊！你考过了，你是考试了，你没过我这一关，是吧？咱们先找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安全的地方去练一下车，行不行？好啊，如果可以了，我再给你开。可以，走。好，走，出发。就到这里了，这个地方没什么人，也没什么车，就到这里了。这个地方是一条乡村公路，这个车子来回都很少的。下车，老婆。现在是我法总展现他这个技术的时候到了啊！加油，老婆，加油，上车。准备好了没有？那我进来了啊。好，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。请问你在开车之前要准备什么？安全带。座椅。左右后视镜。还有吗？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你神经啊你！我也没有问你这个，你严肃点啊。蛮好的，你启动一下车子。我系好安全带。系安全带啊。然后进 D 档。转向。到转向。转向六秒。六秒，对。零已启动。好，出发。好，关转向了你啊。关转向。对。等那个车走了，我再加速吧。好。比较稳了。可以吧？还可以，比较稳。人家车子一直开在中线位置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是我最喜欢、最乐意看到的一点。我是严格按照教练的要求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又开的比较用心，在前方这里掉个头，是不是？让我看一下你的掉头技术啊！你先把车停下。
我帮你看着车子啊，两边都没有车的。我还说现在还不打方向盘，那待会就到那河沟里面去了。往前走啊！靠边停。哎。停车还可以啊，也停得比较直，比较正，还不错，老婆子。不错，就是打方向的时候回的稍微回的晚了一点点。我一下子搞闷了，我到底左转是打往左打还是往右打？还可以，走了，我们上车。老婆在这里掉头。这边掉头。对。我要往那上面去。哎呦。嗯。位置够不够前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知道呢？那应该够了。推。推推是啊啊推。我方向盘要往哪边打？这边。是不是往这边了？嗯。我老是搞粉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没有看后面，没有看右边的后视镜，知道吧？你就掉头了，这个很危险的。哎，可以了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啊。然后再回。啊，对。对，我速度比较慢，不能急我，一急我就紧张了。嗯。我是按照我的那个频道来。嗯。我不是急你啊。你在大马路上面开车的时候，人家他每个人都会让着你吗？他不一定会让着你。大马路上面我就不要掉头了，我就往前、往左、往右。如果你走错路了呢？走错路往前面掉头啊，该也掉头的路口掉头啊。啊，那是我错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停下车了。刚才跟老婆练了个把小时吧，怎么样啊？还可以。打多少分？打五十。100分吗？你才打五十？60吧。60也不止吧？那就80，好吧？那还差不多，要不然我怎么过的？嗯，80分吧。就是感觉他在倒车的时候、掉头的时候，就有一点点不熟练。这个分不清左右那个轮胎。对，这个要多练习一下。其他没什么大问题，好吧，上车，我现在带你上大路。好，好，上大路了，上大路一路开到洗车店啊。好，好，老婆，啊，加油。不紧张。不紧张啊，不紧张，我帮你看着。现在我们到了洗车店，准备给老婆的车子来做一个惊喜，就是洗得很漂亮的那一种。然后这个刚才一路开车过来嘛，感觉还可以啊，应该上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，就是一些小的细节上面多加以练习就应该可以了。啊，那就等车子。车子快洗好了。里面都很干净。后面也不错啊。快来。差不多了，那新车也好。嗯，你去里面看一下。这以后就是我的车啦。对。确定啊？确定。人挺兄弟样的。对。本身就开的很少啊。嗯。很漂亮啊。漂亮。要开车，老婆要小心点啊。你要坐我旁边多坐一段时间，好不然我紧张。好来，辛苦了啊，好呗。
跟你说。现在交车了，留意一下啊！恭喜王老板。注意安全，一路上啊。好了，上车吧。好了吧？好了，出发。